大家好。今日咧係我啟動競選工程之後嘅第58日。咁特首選舉咧已經係開始倒數啦。咁而家距離投票日咧，仲係剩翻9日。我選舉工程咧亦都進入最後，亦都有人講咧係最關鍵嘅階段。咁喺過去呢個星期咧，我係出席咗兩次候選人嘅論壇，好高興咧，有好多市民咧係可以透過呢個論壇咧，同埋係我哋喺論壇上邊嗰啲論述咧，係可以比較一下大家嘅政綱同埋大家嘅理念。呢兩次嘅論壇，我相信咧係可以幫助到啲市民咧係對我嘅認識。咁昨晚咧，我亦都去過深水埗西九龍中心，同埋好多市民見面。咁見到在場嘅市民大眾係有好熱烈嘅歡迎咧，我係感覺嗰度非常之感動嘅。咁好多謝佢哋。啲場合亦都俾大家都知道咧，我嘅支持唔係好似有啲人講咧，淨係喺網絡世界嗰度嘅，啲嘢唔係全部都係虛擬嘅。喺社區嘅群眾之中，我亦都感受得到市民對我嘅支持嘅。咁其實每一次我同大眾嗰個接觸咧，無論係喺落區嗰度見到，或者係喺網上嗰度大家啲回應啊，我都會提醒自己咧，我係受到市民嘅信任同埋支持，我係受到大家所託嘅，咁所以咧，我係唔可以辜負大家嘅期望。未來呢幾個星期咧，我係會繼續盡我所能，做好選舉工程咧每一個環節。我亦都會繼續咧係聯絡所有嘅選委，爭取每一位選委嘅認同同埋佢哋嘅支持，亦都希望佢哋可以投我一票。咁當然我亦都會繼續咧係去到唔同嘅地區直接咧同市民接觸同大家拍住相。等我有機會咧，係可以帶領到香港，我哋可以告別撕裂，可以重建一個有信任、有團結、有希望嘅香港。多謝。我手上冇票嘅，啲票咧就喺選委嘅手上面嗰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我哋會繼續同有關嘅選委大家接觸電話大家見面有啲討論等等咧，係爭取佢哋嘅支持。先生，過咗兩年之後咧，即係北京嗰個高峰期，有時間都冇通過咧，冇話去支持行政。其實特首選舉而家得翻嗰個唔夠10日，其實你你而家嗰個選情係點講？我一直都係基於我個初心係參選嘅，我初心咧就服務香港嘅啫。我而家嘅初心係未有任何嘅改變嘅。我一直咧都係繼續希望咧，我可以有機會係可以贏到呢一次選舉，帶領到香港可以向撕裂告別，然後咧就有一個團結嘅香港。你只係收到北京嗰個北京嗰個有接觸講具體同任何人嘅啲接觸講啲咩嘢，我係唔會評論。係報道咧就話係統戰部門就宣傳下個禮拜要再嚟香港，即係再傾談下咧，就話其實將啲建制派選委就會推送翻嚟，就變咗你嘅一個成敗。有冇啲曾經係提咗林鄭係見過林鄭嘅人，話同你講話之後行到先轉頭之前，你都或者係之前冇提名任何嘅人之後，你都話佢係反對。我唔知。候選人的責任咧，就爭取每一個選委的支持。呢個咧，我喺跟住嚟餘下啲九日咧，我係會非常之努力去爭取佢哋嘅支持。但係亦都更加重要嘅咧，亦都要爭取市民
嗰個支持。啊，咁我亦都會繼續落區咧，接觸市民，同大家咧，係大家同大家見面，亦都希望大家咧更加深入了解，即係我對各方面一個睇法。曾生會唔會呼籲翻？曾生會唔會呼籲翻？依家即係公民社會裡面有一個叫公民投票啦，你會唔會呼籲啲市民真係參與呢一個公民投票嚟對支持你？我冇會特別呼籲，即係呢啲一方面嗰啲嘢，呢就睇自己市民自己點樣樣去睇法。我諗亦都會尊重佢哋嗰個決定嘅。曾生會睇你是家族話會投民政？我尊重所有人佢哋自己嗰個決定，因為佢哋亦都需要為佢自己嘅決定作出責負責。曾生，即係或者報館應該開始要做一啲調查，係查威望啊！我都睇唔到嗰兩樣嘢有啲咩直接嘅關係嘅。我相信重要大家都了解嘅，就係任何人係冇市民嘅支持啊，係執政嘅咧，一定係好難會係順暢嘅，呢個會有一定嘅困難嘅。咁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嘅，但係呢啲即係要睇個情況係點樣樣啦。我哋即係呢啲大家要進一步先睇到嘅，而家係好難作出假設嘅估計。I have a pretty busy schedule from now to election day. I need to convince the electors that they should vote for me. I need to contact the people who have given me incredible support and massive encouragement. And I can't let them down. I'll be busy. 曾生，你會鼓勵講乜嘅時候就話咧，如果一旦佢一第一輪落敗，就會呼籲支持佢嘅人轉投你。但係相反，亦都希望你咁做咧，即係你點樣睇佢呢個講法同埋你會回應？我冇諗咁遠嘅，我亦都我同我個團隊咧，仍然係充滿信心。我哋可以第一輪贏得到。我哋仲有時間一兩分。我是唯一一個候選人是得到跨黨派的支持，我是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強大的優勢。